好，家里头有三洋烘碗机的民众，请您要注意了。三洋公司今天宣布要召回型号 SSK2SU 的烘碗机，因为它的电容器可能因为长期使用提前老化，造成烘碗机故障或者燃烧的意外。三洋公司宣布要召回的这一款烘碗机是在1988年1月到1995年10月之间制造生产。如果您家里有这一款产品，请立刻停止使用，并且把电源线拔离插座，向三洋公司办理检修。